玩特集時間9:59。時間12:09，9月9日星期一。我記得前年2017年9月9日嗰日玩 Battlefield 1，跟住玩所有鋪，即係全部嘅回合都遇到一個外掛，跟住甚至就係話我唔知點解我係覺得而家 BF5 都唔係好好玩，即係唔係我嗰個反應係咩？即係我覺得佢嗰個 control 係仲差過 Battlefield 1嘅，即係 Battlefield 1係 control 得好好嘅。但不知道為什麼 Battlefield 的狂衝得不太好，即是你想知道為什麼我這樣說，因為我玩 Battlefield 隨便就是很容易拿幾個 MVP， 但唯一 BF5 就不是的。即係望到都幾嬲，望到今日呢個咩遊行，就係要求美國國會盡快推動香港與美國嘅人權民主法案，跟後屘最終演變成警民衝突。首先就有一大班人喺港鐵中環站同埋灣仔站大肆破壞。破壞啲咩？首先就係破壞入閘機，跟住整爛玻璃，跟住喺中環站門口縱火，跟住然之後點咩事咧？將啲雜物塞曬喺個樓梯度，跟住整爛埋嗰三部電梯，跟住售票機整爛埋，跟住後屘好彩差佬及時趕到，制服多個人。跟住我心諗，即係而家個個針對港鐵咧，基本上連港鐵高層出嚟譴責冇用，因為你譴責之後，嗰班人都會出嚟搞震嘅。我真係想講，而家唔好再維護嗰班年青人、嗰班暴徒，你咁樣只係做幫兇。咁好簡單，網上得一句：如果你仲撐警隊，你唔配做人；但如果你仲撐嗰班示威暴徒，我覺得你淨係配畜生。呢個係網上講嘅。我心諗，成日都話要講良知，咁但到底警察有冇良知係佢哋心照，但係示威者有冇良知，佢哋只係扮包庇。所以話我係睇到嘅，即係。看到你一模一樣的鏡子，然後破壞，然後就首先他們破壞了中環站、灣仔站、天后站多個港島線車站，破壞然後中環站和灣仔站然後關閉，然後他說由於中環站損毀嚴重，因此未知道聽日係咪可以如常開通，但係問題嚟啦，因為你都知道中環站係一個繁忙嘅一個車站，咁如果整到咁樣嘅話，咁到底嗰班鬼佬會覺得邊個做得唔啱咧？即係唔知點解，我係覺得所有人都會越嚟越討厭嗰班人，個個都不滿就話整下車又做乜嘢，跟住又只要你講得唔啱，跟住佢哋講得唔啱聽，即刻就打人。呢個咩世界？
跟住破壞完之後，另外一班人就再次就去旺角警署附近搞事，跟住警方施放布袋彈驅散。咁好、那個、簡單，點解會咁做呢？因為都係想交代翻白衫嗰單嘢。但只要話，可能佢哋嘅角度嚟講，只要你唔交代，就會一人嚟搞陣，搞陣。我心諗而家香港有啲唔安全。如果你睇個新聞，你都知而家全球最安全城市排名之一，香港由全球嘅第九名已經跌到落第二十，即係總共跌咗11名。因為呢件事，如果警方示威者嗰個行為越激進嘅話，咁安全指數慢慢降低，好簡單。你有冇？如果你咁樣做，有冇長遠有冇諗過香港經濟會變成點？即係佢哋成日都話一切啲嘢都係林鄭引起嘅，搞到我哋走投無路。但係你明淨係識講呢句咧，即係你都係笑大爆。玩多鋪先。玩到鋪，我都望到太子站都係越嚟多人都係唔睇現實，即係成日都望到有人喺太子站燒命強，跟住放鮮花，目的係悼念太子站83嘅死人。但係都係嗰句，呢個係謠言，但係基本上除咗政府之外，消防局、醫管局都話。嗰日係冇人死過，咁但係點解而家到呢個時候仍然都有人信呢個謠言嘅咧？即係我就諗到中文有一句就係、是、謠言止於智者，呢句嘢嘅意思就係話有智慧嘅人先至唔會相信謠言。但係心諗而家佢哋係謠言不止於智者，即係話有智慧嘅人係會相信謠言，即係。即係成個咪個 character 調轉咗咧，但係話俾你聽，如果佢哋信呢個謠言，咁冇辦法，佢哋只會係咁沉落去嘅啫，即係咁擺鮮花，唔知道悼念邊個。跟住而家佢話，喂，港鐵高層話，而家香港呢一年遭受最嚴峻嘅一個局面。而家就望到一大批嘅激進分子就破壞港鐵站，連輕鐵站都破壞。我喺康樂路等車，跟住望到嗰啲出入閘機都封住膠帶，應該俾人打爛咗嘅，連售票機都攬埋。咁點樣搭車呢？咁到底如果咁樣做，有冇諗過市民嘅安全？即係佢好似唔顧大局咁，好似話自己啱曬，話我啱曬啊！跟住就笑一笑，跟住笑到四萬口。我就係諗緊下個禮拜六9月14日嗰日，會唔會即係嗰個即係咩嗰個所謂香港人嘅情表，佢話天上人親自遊行，會唔會人特登騎劫呢個遊行，跟住天上人搞事？我好想睇。跟住之後，我望到一件好搞笑嘅嘢，就係話中環站一間鋪頭叫紅福堂，即係你知紅福堂係買涼茶、威靈糕嘅。跟住然之後，而家帶翻警察。經過嗰陣時，那個紅福堂嗰個店主就話：
支持警察，警察加油，跟住然之後個個之後就即係哇，紅福堂支持嘅撐警喎、啊，跟住就話大家心識做噶啦，跟住話好以後唔幫襯紅福堂，正一立品十，即係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嗰班示威者係暴利心，即係只要見到任何一間鋪係撐警嘅，即刻話霸飲霸食。連吉野家，跟住富林話黑幫唔幫襯，跟住總言之話所有燒烤嗰啲嘢都唔幫襯。總言之，黑幫幫襯過嘅燒烤樂園佢都唔幫襯。咁所以話，而家佢哋對於咁多撐警嘅鋪頭嚟講，只要見到一間鋪即刻唔食，即刻霸食。咁我心諗，哇！咁樣做真係太好笑。如果你咁樣做嘅話，變相即係人見人憎。人見人憎即係話，即係一個人，所有人都好憎佢。但呢句如果調，呢句如果顛到嚟講，我即係話，嗰班暴徒示威者係好憎任何嘢，即係話唔想人同佢作對喺佢心目中。在他心目中只有同類而且是同一個立場的人才會跟他做朋友，如果看到你撐警的即刻就說跟你絕交，我分析得很明顯的。所以說現在那班暴徒只是人見人憎，個個都不想跟他玩，甚至他們自己都很簡單，他們自己想的，但是心想如果見到什麼白色，那你吃什麼？吃屎啊。咁我話，咁可以話唔好將政治嘅嘢帶入去食物，所以即係好簡單，呢個都係你自己個，唔係其實咁講冇用，因為呢個都係人哋嘅決定，都係嗰句個魔拳館。所以我覺得現在香港是不安全，周圍都有示威，然後個個就一味鬧任何人，只要見到不啱 key 人即刻就打他，這個是他們的 style。 但是基本上如果我的看法就由得他，因為反正香港都亂了，即個個搞亂香港，但是他們是不知道，他們是完全沒有法治，即是犯法的事做，即我想說香港曱甴知法犯法，甚至是香港曱甴時代垃圾，即我不理會那些什麼時代革命，那些基本上堵路縱火大肆破壞，這些東西叫時代革命，即係我想問，到底點樣光復香港？我真係想知道。齋即係話吹嘅，唔好吹咁大。聽嘅唔知道有冇人罷課咧？即係好簡單，唔好話全校罷課。如果咁樣吹雞吹咁大，即係好嬲啊！望到都～